呼吸一下，身体也在放轻松。就是呢，去观想你的头，感受一个头的存在。呼吸呢，比较顺其自然，跟自己讲，给你的头部放轻松。呼吸很自然，我们的脖子或者我们的颈项也给它放轻松，呼吸放轻松，我们的背骨或者叫做我们的脊椎骨也放轻松，去感受你的脊椎骨，从你的头下来到你的脊椎骨，连成一条线这样，感受整个头颈项到你的脊椎骨一条线，也要放轻松。呼吸放轻松，从这脊椎骨连到你的盆骨，就像我们做的这个盆骨啊，给它放轻松，去感受头部颈项脊椎骨盆骨的存在，给它放轻松。从盆骨呢，展伸出去我们的右腿、右膝盖、右小腿，到我们的脚跟、脚底。伸出到这个脚趾，五个脚趾，给它放轻松。换过来，我们的右腿、右膝盖。右脚跟、右脚底，展伸到你的脚趾，也给它放轻松。很轻松的感受整个头部、脖、颈项、脊椎骨、盆骨。
左右腿，从脚跟这个每个脚趾存在。现在来到我们的肩膀，我们的右肩膀给它放轻松。我们的右手臂，右上手臂，右下手臂，右手腕到我们的手心跟每个手指都给它放轻松。我们的左肩膀，左上手臂，左下手臂，左手腕到这手心跟每个手指都给它放轻松。呼吸放轻松。接下来观察一下我们的眼睛，在我们的前面，眼睛也给它放轻松，感受眼睛的存在，感受那个眼睛里面的气压，给它放轻松。去感受你的耳朵，你的耳龈里面，也给它放轻松。去感受你的鼻子，现在正在一呼一吸的这个鼻子、鼻孔那边，给它放轻松。给我们的脸部给它放轻松，我们的上嘴唇、下嘴唇也给它放轻松，我们的脖子给它放轻松。我们身体前面的胸部也给它放轻松，我们的腹部给它放轻松，我们身体的下半身也给它放轻松。以一个轻松的心态回来看你的呼吸，专注这个一呼一吸的力，从一个很疲倦、很劳累的身体，当你来打坐的时候，
发现到整个腰很酸，不能够直起来，坐的时候弯一边，斜斜一边，不去管它。当你做到你刚才所解释的这个轻松法，身体观身体轻松法每个部分的时候，当你能够把这个心专注的在呼吸上，你就是在修这个定力，你在培养这个正念。或许这一次你会感应到什么变化，可是那些经验者很快，他的心意观这个呼吸，当这个心呢一投入这个呼吸，马上的这个心就入定。当这个有定力的心呢，马上的你当体的那种气量，气的能量马上就产生，而你的修行者马上就会体验到了，他的每一呼每一吸都在增加那个下丹田的那个力量，越来越充足，越来越充足，越来越充足，越来越饱满，越饱满，越饱满。每一个呼每一个吸都在充足到很饱满，饱满到呢呼吸停了，可是这个心呢是很宁静的，我们就停在这个宁静里面。给这个定呢，给这个心呢有一个归依处，能够修到这里，我们才来谈下一步啊！先到这里先，继续关注呼吸。